你哭吧，哭吧，哭吧，男人哭不是自己。我的心刚才也告诉我了，他比他喜欢你。我是那种人吗？我的妈呀！我玩网络不是白玩几天的好吗？我的真名我叫老公。对，我的真名。啊，反正你的名字是挺让我难过的，不好听吗？不是不好听，好听吗？还是很刺眼。哇哦！我第一次看到美女了。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对，我长大的加拿大没看过美女，那你之前连的不是美女吗？他们不算美女。我从来没有连麦，谁跟你说我连麦？今天是我第一次连麦，然后连到你了，我特别的激动。好，谢谢。你是哪个国家的？我知道你是，不好意思啊。我是好哪里的，的？我就。我是哪里的？你说，你不知道？你是应该是非洲的吧？我是你心里的。对，我是新疆的。你肯定不是新疆的。为什么？那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在家里呀。我知道你在家里，家里哪里？家在甘肃甘南。甘肃哦，我去非洲的，但是我现在在甘肃啊。哦，你在兰州对吧？对呀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在甘肃呢？我知道呀，你们是留学生呀。不是，我不是留学生。那你是什么？我是在甘肃，因为你在甘肃，所以我才在甘肃。哟，我说你牙齿很白。你也是，你好漂亮。你为什么那么漂亮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我从来没看过那么漂亮的美女，今天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美女，然后我的心里就是感觉有点忐忑不安。你为什么那么漂亮？没有没有，我们不漂亮，我们很丑。你是新疆哪里？我不是新疆的，我是甘肃甘南的夏河的。你长得像新疆人，为啥啊？我是长得像新疆人吗？新疆人那么漂亮，跟我能比吗？你不要骗人！你刚才在说维语，我听得懂。不是，我们的这是藏语，不是维语，兄弟。我靠！真的，你长得像新疆人，真的。Tibet，Tibet，哦完，Tibet，哇！我早就知道，因为 Tibet 美女长得非常漂亮。直播的方向好一点的话，也可以，就那个啥，自己可以做电商嘛，微商嘛，电商嘛，商业嘛，商业头脑你们应该很强吧？哎，就懂商业头脑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在笑呢？不知道呀，为啥？你嘲笑我吗？没有，是因为我的心也笑的，然后我在笑，因为我的心刚才也告诉我了，他比他喜欢你，所以我笑了。对，你可以教我你们那里的话吗？Tibet，可以可以，确定吗？秋德木，就是你好的意思。秋德木，秋确德定木。吗？哦，好的，那我不会忘记。我下次和你连麦的时候，第一次见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说确定吗？哦，我学会了，谢谢。没事没事，小 case。就刚个音。刚个音，就刚个音。秋刚个音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是哪里的意思？你是哪里的意思？哦，我是哪里的？你再说一遍，穷。你再说一遍，我听听，我忘了。我刚才叫你说哦，就刚个音。就刚刚音。就是你是哪里的意思？俺是恁个音。那是啷个音？什么意思？我是西宁的。你是我心里的。
不是，我是西宁的，西宁，青海西宁。哦，我还以为你说你在我心里，哪是这样去子的？对对对，啊！哪是这样的？哪是这样的？你在我心里，所以没问题。然后你说，去年啊，其实你，祝你啊，就是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祝你啊，就是你。去年啊，其实你，你记得我的名字吗？不知道。我叫江父，我的真名我叫老公。对，我的真名。老公，对呀、啊。我们这边老公就是丈夫的意思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不知道，那是我第一个名字，我第二个名字，我有三个名字，我第二个名字我叫我爱你，你骗我。没有骗你，怎么骗你呢？第三个名字叫啥？我第三个名字，我第三个名字叫，为什么忘了我的名字呀？我第三个名字叫我在你心里。真的，第一个名字我叫老公，第二个名字我叫，你还记得吗？我第二个名字你记得我叫什么？我是那种人吗？我的妈呀！我玩网络不是白玩几天的好吗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我懂。说我是那种人吗？没有没有，那是我的名字，我妈妈取给我的名字。我第一个名字叫老公，我第二个名字叫。我爱你你。为啥这么不真诚？你妈妈教过你做人要真诚吗？对的。能教过吗？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！我在说实话的，你不相信我，我太难过了。你的这句话，你的名字已经让我难过了。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我的名字让你难过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你的名字是挺让我难过的。不好听吗？不是不好听，好听吗？还是很刺眼。你不喜欢我的名字吗？不喜欢。我哭了，我哭了，我哭了，特别厉害。你哭吧，哭吧，哭吧，男人哭不是最自信。哭吧，哭吧。我最爱的美女都不喜欢我的名字，我太难过了，真的。